本期讲解一个视频号养生食谱啊，暴力变现的项目，全程保姆级教学，小白也能轻松入手啊。视频号养生食谱暴力变现平台主要受众群体是3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，有一定的购买力，消费能力强，而且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比较注重个人的养生，比较好的变现渠道、变现方式啊，多种变现渠道，私域售卖资料啊，平台广告收入以及橱窗收入、都有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以及变现渠道、准备的工作以及实操演示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啊，就是这一节视频课，不到50兆啊，但讲得非常清楚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这个项目也可以长久来做啊，因为总会有这个人变老啊，然后来需要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养生食谱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